大家好，我是枪队。啊，最近这个 SM 第五也是出了个新皮肤，这个简直也是非常的帅啊，非常的高科技。啊，这个球一碰，然后这个画面就变色了，出来一个类似太极的东西，两个手给逼撞，相互挤压，然后爆炸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两套 SM 第五配件，这个是第一套，然后这个是第二套。然后给大家讲一下这两套配件的核心，枪口选择一体枪加射程，枪管选择加长枪管加射程，枪托选择最稳的枪托，牺牲举径一速，然后搭配一个45发空中弹夹打续航，然后后握把选择颗粒，防止掉举径子弹散布，这套配件也是非常的好用啊。然后的话这一套配件还是一体枪加长枪管，枪托选择无枪托增加机动性，然后的话弹药选择10毫瓦增加伤害和伤害倍率，不喜欢后握把的话可以选择 OWC。直接给大家看实战，这是那套30发子弹的切点巨秒，然后换弹动作也是非常的帅。 OK， 话不多说，开始解说游戏。这边的话看一下松果，想了想拉一档，稍微往前走一走，直接套探板锁一下对面位置，然后没有锁到的话可以选择直接滑，看到一个带走，中性距离还是很秒的。 OK， 再给大家看一下远距离， OK 也是非常的酷啊。所以说呢，拿 SM 技武打远点的都是 SZ。这边的话拉斜点，看一下电脑房，等待一个机会，直接滑出来拿下4杀，然后换好子弹，直接拿下5杀。这两套配件的话真的非常好用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